厨房里志工排成两列，这一头做地瓜包，那一头搓地瓜圆。团队灵魂人物是他，76岁慈济志工简宝玉。削皮切块，简宝玉忙进忙出，没有一刻休息。啊，一点点汤，啊，这皮真好吃。过去在竹山卖特产，丈夫往生后，简宝玉投入慈济。从前的供应商每年送5000斤地瓜，一起做善事。我以前咧做特产吼，啊，我都在做。我咧今日来甲慈济的时阵，伊都拢推广这个汉字给我。有食材也要有人力，简宝玉只要一封简讯，大家就自动集合。住在这边就很快乐啊，有时间就会来啊，大家拢伫遮共同安尼在做吼，啊心情足轻松。蒸好的地瓜包，金黄外皮，丰富内馅，令人食指大动。天然色彩的地瓜圆，煮甜煮咸都很美味。竹山静思堂的地瓜包、地瓜圆广受欢迎，订单不断。参与爱心义卖，往往一扫而空。较早是赚世间财，这个是赚功德财。对啊，这个做吼也足欢喜。发挥良能做公益，地瓜飘香，爱心远播。大爱新闻张国端、欧阳光辉南投报道。